我的 uncle 的兒生女是六七歲的，有一年咧，忽然間咧冇曬啲眼眉毛，咁睇佢手咧毛孔都冇曬，光曬頭。咁即係鬼戴頭咯。我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只係聽到嘣嘣嘣好嘈嘅聲。咁我 check 到嘅咧就係話，佢當時住緊呢間屋喺二戰大戰嘅期間係有炸彈炸過。我一入屋咧就聞到一啲燒窿嘅味，有炭屎喺地下。突然間，晚吹總有一飯喺咗緊。今晚11:30 ，Feel TV。